我现在只要人生过得没有后悔，我没有对不起什么人，对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的 direction。对，假如我明天死了，我不要有人讲说他活该，你知道。他的离开是为了要教会我们很多事情，这样子，教会我什么？教会我懂得珍惜吧，给我一种勇气去面对我接下来想走的路。对，那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前辈子的情人啊，是哦，这辈子投胎变女儿。哦，是哦。现在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他们会说男生，可能我们会去疼，最疼男生什么的。所以我知道我下一个是男生嘛。我说我不会，我还是会很疼他。对，我的老婆说我是他的 stalker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直藏着他的那一种。对，不管是他很坏蛋、很顽皮、打我、骂我什么，我都觉得他可爱，我都不会那个。我也很想这件 T 恤，我也要哎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完美这种东西是要你努力去争取到的，不是说就是这样子哦。你真的是你人生过得很好，是也要靠你的一举一动去得到这种完美的东西的。我觉得啦，对。比如说一段感情有出问题，通常都是比如说男孩子可能外遇还是什么东西。我一直觉得说，我妈妈一直在看住我，对，他想要我走什么样的路，这是一个，对，我不会要走一个让他担心的路，比如说我去找其他女生什么的，对，这是一个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常常相信说，假如老爸出去搞，以后女儿也会面对这样的事情。像我旁边的朋友，他们会跟我讲说，哎，这段感情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，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幼稚、很无聊的。因为我跟他的感情其实是很特别的，我们的相处方式可以算是朋友，我们一起去经营健身房，我们是那种什么东西都一起，对，然后话题是不会说有时候他们没话聊啊什么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什么都聊。我的事业完美，对不对？那我的事业完美是我要靠很多努力去把它弄得完美的。那我的爱情完美是我付出很多东西才让它完美的。你在经营这段感情的时候，你是要懂得去怎么样去经营它，不是说哦一开始两个人就是天生一对。你只是我爱的完蛋，我的肩膀是让你依靠。